顺南宫的周边大火的照段看起来非常的壮观，当日进行的是元宵仪式，真侪地方人士拢来参与。南宫啊，佮有一位啊，这个医师，迄、那个伊甲咱供应即个红圆，要予咱大家食平安，所以讲。咱连续这五天的当中，拢有铺红圆，啊，甲遮的麻糍，予大家食平安。建庙超过二十年的顺南宫，在大家的期待之下，终成完庙。有信徒就捐献了一只超过一千台斤的地宫，吸引真侪信众的注意。咱这次的这个法会当中，由咱这个罗先生啊，供养一只大地宫，啊，甲咱本宫啊来啊。各位一只大地公，拢总有两只大地公，这地公已经也有一千公斤。原本王爷是放西地铁厝内底，在信徒的关心之下，即马总算将庙起好，非常的无简单。顺南宫是自较早伫即个铁皮屋内底，所以讲经过咱前的即个李如信大德因来购买即块庙地了。再由小弟林昌盈率领我这兴建委员会这的人员来给兴建，兴建至今已经二十多年。元宵仪式已经连续进行几啊天，是地方的大代志。今仔日进入最高调，庙方人员邀请信众会当有闲来这行行拜拜，祈求平安。记者陈阿玲采访报道。